大象，哎呦 ，baby 象 ，baby people， 我们看到 baby 跟在他妈妈身边，两年后他就看到他的眼睛啊，你有没有看到 baby 在旁边？哎呦喂！他妈妈旁边呢、啊，他跟在他妈妈旁边呢、欸。你看他抱着他妈，有目光在里面。爸爸太大只了啦。有啊，怎么样？你看到 baby。baby 这边。好可爱哟、哦。妈妈游泳的地方。哎、嗯，看 baby 跑到脸，你看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谁了？看好可爱、哦。大象，大象在那边。啊、先看这个啦，等一下再过去看那个。看一下，那有小只的吗？我们这个为什么不动？很小啦。真的小，还是真的小朋友。在洗澡，大只在里面吗？那是最大只的吧？可爱。然后跟侏儒和马就差不多，快一只。我觉得爸爸在动。他爸爸被关在里面。对，你要下来要看。哎，车子在哪里？妈妈，大看到大象头了。大象头在这里。妈妈去带大象。阿咪，我们是看到大象。啊，小河马，小河马。到那边看，不要听小河马。河马。有啥能啊？有啥能去？对了，然后还有旁边的大河马，为什么你们那不走路？好小啊！好可爱哦！那个叫阿河，阿河在里面。阿河，为什么小河马这么可爱？阿河就是河马的意思啊。过不去了。你看，你要不要过来看？我抱你。让妈妈抱你比较清楚。小河马，小河马，然后还有小河马跟大河马。小河马，小河马。